只看构想是中景况。当我在办公室很忙，或你在喝醉已经倒在床，未绝望就算觉散于凉房。月亮在晚空同样升降，将这电邮输送留心看。若果要说尽我的挂牵，恐怕谈天光。就算一人晚餐，一人擘开，我会习惯。两人坐家中没旁人。